我是陆江，我最爱曼谷的 Siam Center。 我最喜欢台北的永康街。我最爱新加坡的安香 Hill。 我钟情最喜欢的是曼谷的 Chatu Chat。 跟着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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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亚洲时尚风，我们一起出发。亚洲时尚风7月28号星期二晚上8:30，有频道新的频道为你展开一段知性旅程，跟随阿布、王鑫、黄俊雄、Linda 等人，到世界各个角落为公益出一份力。你好，哇，你好。搬搬石头就是挖挖土，这些都是举手之劳而已。看谢运怡、范文芳、李明顺、钟情、王陆江、陈敬轩到亚洲各大城市介绍当地的潮流走向，很多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。让一份郭亮继续为你揭开众多艺人们的心路历程。我很纳闷，你们俩同居3个月过，你怎么知道？独生子对不对？你看独生子都有这种毛病，从小的。我听了我真的很伤心。一段让你开拓视野、从心出发的旅程，请与我们一块同行。优频道最精彩。